事情，微博有，你可以去微博加。老干妈，你可以去微博加呀。人吓人，对，就是人吓人才会吓人。欢迎富哥，欢迎哥哥。哎，小蔡。上车，上车，请早点。Hello， 陈子。认识吧？这是我的狗。你的狗狗，这是个泰迪。对。他多大？泰迪。之前多大了？他？哎呦，他得有四岁了，我感觉。快了，17年拿的吧？17年一岁嘛。我养它的时候，它都已经8个月了。路口请直行，走中间两车道，300米处有闯红灯拍照。多大了？没听清。它快四岁了，估计。快四岁，那就青壮年了，已经。青壮年，对，妇女。妇女。妇女。是吗？这只拽着一匹，这只是我看的。啊，这的一批是我这边的，就是这是我他介绍了你半天，然后你就上播连我了。对，那个我们开夜路呢，我说那个聊聊天。对，哎，八一我要进隧道了，那个可能会有点卡啊。没事，我也就是我也就这么想的，说就回来拍戏拍回来，完然后我就想聊天，我也不。